吴云啊，哎，咱们这个街道呢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嗯，有5个社区，3个学校，然后和咱们工作接触多的地方呀，我都和你说完了，你看看你这块儿还有啥问题没？没有了，姐，特别清楚，谢谢您啊。开始，尤其是啊，这个地方得特别注意啊。哦，好。还有啊，这个时间段。 和傍晚的时候，嗯，怎么的呢？您说，这2个时间啊，帅哥特别多，快记下来。你看，哦，这家店以后可以常来。好吃是吧？好吃不重要，那便宜，是挺便宜。那是因为这家店经常有帅哥出没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 咱们辖区这么多帅哥吗？就我们在训练场看到的那哪都是哪呀？等他们救援队全部出来的时候，帅哥乌泱泱一片。老板儿，哎，2辆暑假咋讲？哎呀，哎，主任，啊，下班时间啊，不要那么拘束，坐，哎，都点了吧？点了，您看看吧。哦，我点了，我点了。今天老二请客啊。 行，要看就看，偷偷摸摸的，啊，大大方方的看，我过去联系联系。哎，主任，不用，我都已婚妇女啊。孔雀开屏，自作多情，我能为你吗？我为小吴解决问题。主任，那我也不用啊，主任。没事，没事。主任，哎，王主任啊，秋燕队的兄弟伙，季棉啊，哎，哎，跟你们说哈，我们办公室调来了一个东北女娃子，单身。 哎，你不这儿又被他单身呢？打个招呼，打个招呼啊！小吴，小吴，哎哎，打个招呼！哎哎，单身，哎，单身啊！谁呀？你这挺厉害啊！你这上班第一天，主任把对象给你分配了，你得了吧，姐。韩姓是吧？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。我呢，就是成都本地人，啊，有车，哎，没结过婚。 好好，想找一个事儿少话少的。哎呦，那可能就没那么合适，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就得多说多做。哦。哎呀，那，哎，你挺有事业心的，约见面还约在公司里。啊，我不应该有事业心吗？我要是没事业心，那可就坏菜了。啊，这样啊。 活成了一个漂亮的笑话。确诊肺癌后应该找哪些专家看？喂，喂，姐，干啥呢？ 拍摄啊，外景拍摄怎么了？在哪儿的外景啊？静安旁边的一个公园啊，什么事儿？说。那你最近多注意休息啊，别太累。你身体回头。你姐很红的，好烦啊。工作紧锣密鼓的，好烦啊。我还能有时间心情不好吗？哎，你那边啥声啊？我外景拍摄。不得有氛围吗？背景音乐。林丹他。 哎哎，我怎么听见？啊，不跟你说这事儿。林丹他，爷爷们给娃娃吃。林丹他。
医生，他现在是多大呀？正常来说，一公分大小，你别看像一个豌豆一样大，但是 B 超已经可以检查出胎压和心跳了。如果是说如果哈，就是如果不想要，就我现在，你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没有办法做药物流产了，考虑好了需要预约手术。 哪里撒子物？哎呀，我们男孩儿的同学给他寄的游击中，味道很好，你尝一下。来，谢谢啊。哦，你们两个娘娘又在说啥子？在夸奖你噻。哦，夸我，我才不信。哦，起开起开，这个又是你们女儿给你买的快递。嘿，这个不是的，这是我们自己买的磷肥。哦，我还以为又是你们女儿给你买的的。哎，你们家的快递就没断过。 那个小区头收纸箱的都被你们快养活了，太夸张了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娃儿呀，就是爱花钱。你看这屋里头，哎呦，这吃的喝的用的都堆满了。哎呀，他这点就是像我大手大脚攒不下钱。还在上海卖化妆品哈？啥子卖化妆品？叫视频博主，英文就叫 video blogger。哎呀，现在娃儿确实搞不懂，但你丹丹从小就长得漂亮，那个视频里面，哎呀，看到真的就像个明星一样。哎呀，我其实从小我就跟他说啊，长相是次要的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碰到事情的时候啊，人要有一股子精神气，是吧？不能颓废，不能萎靡。所以我们丹丹，你看现在天天开开心心的。 充满阳光，还是你交的好。有钱噻。好吧，进来进来。假如现在问你，什么是遗憾？你会想到什么？下面这首歌呢，就是关于那些记忆中无法再找回，却始终缠绕在我们脑海中的时刻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。 跟你说，只要在初雪的时候抓到一片完整的雪花，就能许一个愿望。我已经想好我要许什么。什么？这种东西输了就不灵了吗？雪花能帮你什么？你跟我说一下，看我能不能帮。这个我
叫的车啊。啊，你终于来了。回来才按了，人都走了。看嘛，刚一回来就去相亲局，不晓得好狠家，抓住机会，兄弟。还真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这事儿多半就是误，好吗？哦，张牌的充电宝还在我这儿的吗？我充好多了呢。50%。你先给我充一下，我手机没电了，回头我帮你还给他。你们咋出门都不充电了，手机？哎，忘了。哎，不管他，我们俩先喝，来来。你喝的不？随便喝。啊，你好，吴先生是吧？哎，你好，我是方毅保险经纪公司成都的负责人张佩。啊，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叫武辉。啊，武辉。哎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哎，您有简历吧？还要简历啊？那要不然你口述也可以。啊，不，就简历。你把你的简历先给我看一下，我回去做好了给你。啊，是什么？是你是我还是我面你？哎，这本来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嘛，男女平等。你这个妹妹不要双标噻。先喝茶。起，你慢点喝嘛。我泡个茶20分钟，一口就没得了。我有点赶时间。这个是精品鸭屎香，李嘉诚的最爱哦。你还有李嘉诚忙吗？就算老李来了，都要慢慢喝。您之前是搞金融的是吧？啊。对保险行业了解吗？不了解啊，咋不了解呢？我觉得啊，你还是多不错的，个有自己的事业，有稳定的收入。我有很多做金融的朋友，客户资源也不错。以后可以帮得到你。客户资源不错肯定是好的呀，但是如果个人能力匹配不上客户资源的话，那可就是挺要命的。另外我们公司是没有底薪的，能做到什么程度全靠自己的拼命。所以说嘛，我还是觉得啊，这个女人结了婚就不要上班了，房子住起，车子开起，生个娃儿保姆带起，哪点不安逸嘛。我要是个女娃娃早就嫁人了，像你这么拼我还是有点心疼的呀。哎呦，大哥大哥，不能这么说话啊，有点没礼貌了。你知道你是来面试的吧？面子事。那你是来做啥子的？相亲噻。要得，那你想嘛。我不耽误你了啊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我问一下你啊，你在哪地方看到我的信息的？人民公园啊，你个人挂的啊。要得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下一个。大爷，我这儿还有瓶子。谢谢。哎，我那边还有一些纸箱子，给您拿过来吧。行。行，那您别走啊，我很快。导演，我这个空瓶子给你。哦，好。我这也快喝完了。谢谢啊。谢谢你啊。下班啦。走了姐。来喽。你去接孩子去啊。是噻，走嘛，走噻，送你。哎呀，不行，不顺道，今天得去我公婆家。哎呦呵，哎，没事，不沉。明白。行，哎，来，您放这儿了。好，谢谢啊，走了。您慢点。哎，
那必须的，就那个酸菜鱼吧。好。哎，你不是那个新来的吗？那我们先过去等你啊。啊，行，好，好，一会儿见啊。好。你愣着干嘛呢？我没有，我扔垃圾呢，我回去。哎，你吃饭了吗？不饿。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啊！走啊，一起去呗。嗯。走嘛。嗯，先走。昨天服装架上的那个便签是你贴的吗？是我贴的，又出问题了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贴的特别好。何导演今天还夸来着。得了吧。他勾着说你了。找不到钥匙，找不到钥匙把车玻璃砸了。他的狗，他的狗。这个钥匙放在包里面的，这把玻璃砸了嘛？咋的了，大侠？咋的了？咋呀？啊，狗给狗锁车里了。锁车里面了，这都好久了，你看它都蔫了。咋砸开呀？这能砸你车呀？砸砸砸！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该把玻璃砸了嘛？你不要狗怎么的？砸不开，更伤到狗。你玻璃才好多钱嘛？来来，让一让，来。哦，对了。砸砸了。砸砸砸！别慌别慌，别慌别慌，我开好哈。有钱了没得？咋办呀？开车啊，开车！没事没事，没事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这么冷得开嘛？哎呀，哎呀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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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真冷开了，哦哟！是吧？这玻璃还是好的。哎，我崩了！谢谢谢谢，多注意了点。哎，太麻烦了。运气好，玻璃没给弄着。这事儿跑挺你这儿他，简直是好！哎，彭奇，要走啊？哦，来喽来喽，哪个？老汉儿。哎呦，丹丹回来喽！哎，你家丹丹来喽。妈，你咋个回来了嘛？说意思来着。妈，丹丹。没得，啊！我这要给你妈夸奖你，又出息又会挣钱又孝顺，把阿姨羡慕死了。哎呀，这个燕窝，哎不，还是给你妈妈留的。买了这个不好意思，哎呀，那去拿到去，不好意思。这娃儿一年难得回来一趟，该孝敬一下哈。妈，加入我们一起来耍。哎，好嘞，抓紧来。慢点哈，娘娘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啊，我来。哎，这个就突然就回来了啊！哎，这次回来能不能再久点儿哦？我这次哭了。哎呀，娃儿有很多事情要忙的，你不要老亲情绑架。哎，这次回来做啥子啊？拍摄还是搞活动啊？哎，小苏没有跟到你一起哦。是啊，啊，公司还有事情，他走不开。哦，这次回来可不可以在家里多住两天？嘿，你刚才还在说我不要亲情绑架。其实，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
你回来看我们一眼，我们就很高兴了。只要不耽误你工作啊。哎，对嘛对嘛对嘛，哎，早点回去也好。哎，小夫妻不能分得太久了。哎，你们啥子有空了，带小苏也一起回来嘛。啊，也让你那个婆婆见一下她念了好久的孙女婿。好嘛好嘛，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找点事情做啊。嗯。这附近农家乐啊、景区啊什么去逛逛，看看山山水水，吃点鲜菇鲜笋什么的。想画画就画画，想跳舞就跳舞，别老把那个注意力放在我身上。晓得喽，你不在屋头这么多年，我们还不是这么过的呀？那护手霜给你抹没抹啊？嗯，天天老画画，洗那么多次手，你的皮肤都坏掉了。哎呀，晓得了，晓得喽。还有妈，你也是啊，记账的时候眼睛用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。不要一直顶到气就顶到气。好好好。嗯，哎，你发现没有，我们丹丹长大了，知道心疼妈和老汉了。当然喽。回去吗？啊，你的哦，哎，我喜欢这个颜色，挺好看的。哎，你说丹丹那么远回来一趟，在家待了还不到五分钟，哎，又回来了，啥子又回来了？丹丹，是不是忘什么东西了？大爷。大姨夫，玉妹儿，你没看见你姐啊？我姐回来了，刚走啊。刚走啊？啊。哦。哎，美女，要好有妻子，给我留个电话。不是，我是来找我对象的。哎呀，不是，他在这儿相亲，我。哎呀，留个微信吧，留个微信。我真的有点生气啊，现在。哦，帅哥哦，哎，你也征婚啊？哎，是。要不加个微信吧，我给你把挂出来。哦，不用不用，谢谢谢谢。哦，那你慢慢看哈。好好好，慢慢看。张佩，身材高挑，肤白貌美，为人积极勤奋。妹儿，你是自己找的还是给你娃儿找啊？我给娃儿找。哦，你好大了嘛？三十？哎呀，最多四十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儿有好几个五十的，条件多好的，要不要看一下嘛？我五十了，五十多了，我有两个娃，我丧偶了，在超市给人杀十年鱼，现在没有工作，你觉得我这种情况我应该找什么样的？你给我推荐一下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是杨姐的女儿，你要找妹的吧？哎呀，哎呀，是不是我妈那喊你把我挂在那边的？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几天是不是好多给你加微信的哦？哎呀，我都给你妈说了，要找就要给我们张妹找最好的，晓得不？哎呀，你不要看人家四群五群的哦，人家条件都多好的，精英，哎呀，香饽饽的很。是这样，我妈不了解我情况，我有对象，我一让我对象知道我这挂在这儿，人不合适，肯定生气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告诉我挂在哪儿，我就把它拆一下来，好不好？这个样子的啊，好娘，走，带我去。哦，应该就在那边，那我带你过去看吧。好好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这边，要得要得，来看一下。哎，啥子？把我给我拆了，就在这儿。啊，原来在这儿是吧？哎呀，我要你把它哦，我亲自挂上来的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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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要拿下来就行了。没事没事。我走了，走。哎，那以后不合适我就再给你找。好，谢谢娘娘啊。哦，慢走，张培。姐有急事儿，齐串串。哎呀，这哪个嘛，硬说。
你还能看见他，就说明我今晚又留公司加班了。赶快吃掉它吧，再隔夜就要变质了，不要浪费啊，好吃的。感谢，今天九点就下班了，哎，饿死了，吃啥呀？要不要起点外卖啊？你没吃饭啊？哦，那你过来一起吃这个吧，我刚刚打开。这干嘛呀？这昨天留的，不能吃了。我昨天回来倒头就睡了，我没注意。没事，我刚吃了，还行，可以吃的。哎，你说咱俩呀，过的这叫什么日子？天天加班。做不完的工作，我这个叫新人，我不是铁人，那恨不得一天天一万件事情指着我一个人干。这点咱俩一模一样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干的东西老多了，我得捡瓶子，我还得发盒饭。今天人家把我当吃垃圾的，不过我觉得这倒还好。我就觉得干这点活吧，我好像是三年不上学我也能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我这工作，天天不是数数就复制粘贴，那小学生都能干的活，我读那书干什么呀？咱俩就别比惨了呗，生活已经很苦了，来吃点甜的。你还吃？你别吃了，没事，你尝一口，你这样直接拿着咬，拿着啃，这不好使，这勺子，你啃，没事没事，是不是还行？没事吧？那挺好吃的。快点，咱就吃了。你把草莓吃了呗。行。吃草莓尖尖。晕门哎，佩姐，出什么事了？我跟你说，我姐在成都呢。啊？怎么可能？在成都怎么可能不说话？她回来指定是没告诉咱。你看这个她朋友圈，你看这个熊猫，看见没？我给他打电话了，我说你在哪呢？他就说他在上海。我都听见他那边有人说四川话了，有老头在那卖丁丁糖，丁丁糖，丁丁糖，说老标准了，那怎么可能在上海啊？我就回趟我大姨家，我大姨说他回了一趟家，然后就走了。哎呦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刚回来那天我给他打电话，他给我来了句你也回成都了。我说也，什么叫也呀？你看这不他说漏了吗？不是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回来了为什么不说话呢？我觉得可能，哎，你看看这个吧。这是他的微博吗？啊，你说他要没事他看这个干啥？你给他打电话了吗？今天没打。不是，我是说你针对姐的这事儿没有？没问过他是吧？我哪敢问呢？他又不说。我先问他在哪，我给他打电话。你别说。我以为我傻呀我？我肯定是旁敲侧击的呀。来了。谢谢啊。你说他今天就你们两个嗦？哟，那天不是我们两个？哎，还是秃头那个妹妹也来了的嘛？啥时候啊？昨天豌豆时候来的。昨天？啊？有人跳河了！啥子？什么跳河了？是啥子？哦！我没事儿，我没跳河，没跳河，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各位，我没事儿，我没跳河，我是看到这只小猫落水了，你看多可怜，我下去救它。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对，谢谢。拍个照，拍个照，拍个照，拍个照。拍吧，拍，可怜哦。来来来，拍个照，拍个照。拍吧，拍。打个光，打个光。打个光，打个光。拍拍光。对。灯光太晚了，打灯嘛。姐，姐，你给老师站到，站错了。你回成都，你为啥子不说话哎？我懂你姐，生命中有一些不可承受之重，啥子？不足为外人道也。你可不可以看点你自己看的东西书呗？但我们也不是外人呢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得癌症了？
姐现在这个病能治，你不用这样。怕我们担心，谁也不说，偷偷回去看我大姨大姨夫一眼，看完就走。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？那不还有我呢吗？你就算有时候我不顶用，那不还有佩佩姐吗？哥，别咒我了，行不行？谁得癌症了？谁得癌症了？那是谁呀？那你没事为什么回成都了不联系人呢？对呀，你怎么不说呀？我说什么呀我？哎，你别给我发语音方阵行吗？我是张佩，但是我不相亲，这里边有误会啊！你如果找工作的话，你就把简历发给我；你如果不找工作，就别再联系我了。啥子情况？这就沦陷了？对。哎，打错了，你联系错了，我不是啊。哎，不是，你刚回来就相亲啊？我的索利耶，索利耶，你那个微博，你为什么要查癌症的事儿啊？到底谁呀？你给谁查的？还是你怎么了？不是我，那是谁？运营的。运营是谁？运营我账号的人登录我账号没有退出，那不对呀。那他运营你微博，你那朋友圈不也都背景黑了吗？那不是我运营的吗？运营我接了个单子，人设是又帅又飒的那种。我这么可爱，我肯定面临着转型啊。不是，你要这样的话就没意思了啊。那他联系你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撒谎在上海呢？你犯得上撒谎吗？是啊，我难受，身体难受，所以这是哪儿不好吗？我肠胃炎，我上吐下泻，我脸部发黄，我不想出门，不想说话。你等一下，你确定是肠胃炎呢？那我还是肠胃癌吗？我肠胃癌我还能出来，我这么有底气在这跟你说话吗？我还能带着我珠光宝气的吗？我呀，那我跟你说啊，你如果有事不说的话，那你真不是人，你狗。行，我这次不是人，我是狗。汪汪汪！我跟你道歉，我错了啊，我记肠胃炎吗？对呀、啊，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肠胃炎是可以康复的呢？康复了也能再复发。别喝了。咋子？复发喽，有事喽。没事嘞。上厕所。哎呦，脑壳痛。还有个人嘞？还有一个在外头，逐梦喜剧圈。哎呀，真的是。不对呀，我姐肯定有事儿。有事儿，她显然今天是问不出来的嘛。你就时刻关注着，时刻关注她，盯住她。她真有事儿，她藏不住的。她这样，你太不着调了。来喽。哎，你不是肠胃炎吗？你怎么还露个肚脐儿啊？那不灌风吗？你不冷呗？我是，你今天晚上肯定得拉稀，让我妈说了。别啰嗦，拉。无日不论，无菜不哦，来了来了，哪儿来？嘿嘿，嘿，谢谢啊！哎，你晚上有点早哈。哎，有点事耽误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我说你这儿有点没意思哦。我师爷陪我喝酒，你还迟到。我错了，错了。把三瓶来。爸，客气。来来来，兄弟伙，慢一下吃啊。哎，哎，老陈，你不要紧的嘛，坐到，喝两杯都。哎呀，不得行，你们还有十来串没烤完嘞。等啊等啊，喊学阳去烤。他迟到了，你罚他。可以。哎，有的有的有的。哎，我也好久没有尝到你的手艺了。哎，你们喝吧，来，走，走，走，来，老邓。这个名儿也起得太随便了，老邓烧烤。你看现在烧烤都长得这样，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那不嘛，又在这看。哎，说你怎么长这么面熟啊？你认识啊？不是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还吃一顿啊？谢阳，认识啊？谢阳，啊？好久不见，你咋个在这儿呢？哎，咋个是你们嘞？好巧啊！谢阳哥。云妹儿来找你姐玩来了。张佩，没有，我在这上班了。张佩，我是吗？考到这儿了啊！你怎么干烧烤了？来，快尝一下。谢谢谢谢。是嘞，是嘞。哎，尝一下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这个位置真是不错。是，这位置还可以，反正白天就靠那个写字楼，晚上就靠着那个居民区了。那是重点吗？重点是离他公司近啊。为啥得离佩姐公司近啊？啊。好，这地方好。那你快尝一下，好不好口味？多找我生意啊！哎，姐，你刚才是不是吃饱了？哪里吃？我吃过饭了。啊，这挺好吃。我下次吃。你这自己的摊儿怎么叫老邓烧烤呢？哎，也不是非要姓肯才能卖炸鸡噻，加盟的。要得要得。
来，你们走到此嘛。啊，不了不了，我还要回去加班，我们公司有事儿。还回家？坐了坐了，啊，那我们先走了，啊，走吧走吧。啊，哎，多少钱？什么钱？快走快走，试吃试吃，快走快走。啊，就你，以后多照顾人生意，离得那么近。哎，你离那么近，你以后给他送过去吧。要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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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坐了啊，慢走啊，慢走。拜拜啊，拜拜。哎，那等一会儿，加个微信噻。这没有微信呢，还啊？这么多年都没怎么联系过，加个微信，好歹的事。QQ 上都能搜到了，这是还加不上，加一个。哎，没有信号啊！我有热点，来接那儿 WiFi。有了。想吃啥烧烤，随时说，我给你送过去。要得要得，走了，拜拜。慢走。拜拜，翔哥，拜拜啊！拜拜拜拜，那签子都拿走吧。走走走，塞牙了。谢老板，服喽，服喽，啊服。你们说我们上来一块干啥的？我想学金融。多适合你嘞，数学那么好，到时候大办公室大楼上坐起巴适适的。倒不是因为这个，我觉得吧，世界上的所有关系都是一种交换，而金钱又是这个世界上流通最广的东西。钱不只是欲望，更好的了解它，还能看见历史发展的轨迹，掌握人生的安全感。行，你嘞？我啊，我长大就开个烧烤摊好了呀。那种下雨不出摊，心情不好不出摊，有求财之不我不出。哎，想啥子时候出摊就啥子时候出摊。小兄弟啊，照你那个想法卖烧烤，电影盘只有饿肚皮哦。没得事儿，大不了我把你烧烤摊收购了，让你在我公司那头摆个摊儿。我饿了。
你就给我 cover 下来，反正烧烤我也天天吃。